让你散了才需要到的。人家也给你给你，但是要看我妈妈付出过的，你得去买买买给我们的是多干。因为多干，我们妈妈你就要，要把贵的米给放回去，他妈去煮煮来了哇。那是哪的呢？我妈要我老大米，我去煮，真的棒棒棒。今天的我们不给你拿耶的，我弄两个老板的，不是打鸡的。你话咗咯，呢边你其实你飞到呢个站，你先把钱攞，先把钱票攞落公司打。而家攞钱咧，你点样弄噶？那我们都把你咪，我只是私家啦啦给你。我讲嘛，爸爸是不买你手表把你留，我啥都管你不管的。我让公司把你借点啦的，我还借你股票赚钱。